环境或者是那场地不能说很大，但现场每一个人都有信心，你马上在未来就会有机会前进小巨蛋。对啊，不过呢，眼看着在明年2017年这个梦想要成真，这一次台大体育馆，你的心情是怎么样？今年十年，对，是这段时间其实不长也不短，不短。但我觉得这段时间里面有很多很多帮助我的很多恩人，像旁边的建恒哥，亚明哥，亚明哥，对，还有我的陶哥，陶哥，陶哥，老板，还有我们的老鹰，所有的辛苦的员工，还有吴彦倩的媒体大姐大，还有我的 Gift 在这十年，其实我出道是6年。6年，因为你是在2010年推出个人第一张作品，是对。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大家，就是一路上都有包容我，还不够的我，就是我觉得因为大家有包容，所以我有更加的努力，想要呈现好的艺术品给大家看。